民众高度关注的幼儿园喂药案，新北市一间幼儿园有学童尿液检验疑似异常，士林地检署分他责任调查，将学童的尿液还有毛发送验，没有检出药物，今天也将全案无罪牵结。以更为精确之意向程析串联质谱仪检测后，未检出苯二氮平类成分，在经采集该学童之毛发，连同该学童自今年一月起平常所服用一般诊所医师合法开立之处方用药，一并送请法务部法医研究所进行检测，结果均未检出苯二氮平类及巴比妥成分。检方强调，经检察官依人证、物证、书证、专业医疗还有鉴识机关的检验结果，认定全案没有涉及犯罪，28号是依法报捷。